丝。玩累了，馆长回来，带萱萱过来喝个奶茶。这边好漂亮，来过好几次了。既漂亮，美女也多，小妹妹、小妹妹、学生妹，好多漂亮的学生妹啊。这边好漂亮，萱萱。拍他们，他们在干什么？很美。很美。小学生美什么？很小的。他们还很小。啊、很喜欢。你信不信我能叫过来？怎么都是女孩？越南到处都是女孩，没有男孩。男孩在上班，女孩过来玩是吧？太多小可爱了。有几个还蛮漂亮的，蛮可爱的。有几个，偷拍一下。都是初中生，你开玩笑嘛？这跟我很小的，初中生还不小啊。打不开，赶紧。厉害不？OK 空。打开啊，用点力啊！我已经帮你开口了。对啊，不粗鲁一点怎么打得开？这边他们都过来打卡，这网红店。很多美女，好，我看一下。啊，我去看一下有没有美女啊。很多美女哦。来了。真的很多美女，谢谢。刚刚这个女孩一转过来好漂亮，刚刚没拍到，而且都是女孩，没有男孩哦，就我一个男孩，有没有感觉？你这个萱萱，你看我，看很美，你这个搞的，你也很美啊，你不美吗？你不美，我哪了？你问一下他们多大了？来，叫一个问一下。打我的？不打你的。你问他。好，我马上问。你问你，我不问。你看我怎么问啊？啊，过来。我看，你问吧。问他。等一下，哎，他准备回呀，不能问了。他回呀。这个漂亮，这个高。很高，不是中国。这个是高的。不矮啊。啊？中国矮不矮？现在都高了，不是以前了。他们走了，回家了。这个漂亮，这个漂亮。哦，还抽电子烟呢，这么小。哦哟，被我看到了。哎，艾妹，把又怼着，把又怼着，把又怼。没单怼，很小嘛，叠好这。我给你的。新瓜。哎，你给他个凳子。你说我请他喝咖啡，
文卓，你好子。空好子啊？空地好啊？哥啊？哦，在读书就已经开始抽电子烟了，厉害了哦。中大男班的空。男班，哦。OK， 安排你，加个招楼本你们。嗯，对个。嗯。加个招楼。加招楼啊。招楼。来，加个招楼。哦，另外一个更漂亮。这个你同学啊。啊？我是不是很厉害？加招楼。告诉云云没事。对，我给粉丝加的粉丝。我懂啊。好，大学生在地好。大学生，备注一下。备注一下，给你们的啊，你看我名字都给你们了，你们自己加吧。安给谁空？听了，什么时候有时间，我三个人一起吃饭，一起喝咖啡。还在学习啊？没有。啊，那今天有空，有时候有空的嘛。OK， 好，干们，啊，干们，握手一下，拜拜。拜。老板厉害吗？厉害呀。厉害啊。可以了。你不好啊。啊？你不好。我不好。拍视频嘛，给粉丝看嘛。那不然的话，掌管一共。啊、哦，我很好，你刚刚一说不好，还有一个更漂亮的，我还发现一个，他朋友才漂亮。啊、哦，你看到了。哦，看到了，你看到没？看到。等一下加他了，加联系方式。回来，来。这些不行，太多了。太多了。不好意思去，这么多不好意思。不，刚刚这个还可以啊。嗯。拍视频就是这样的嘛。给粉丝，等一下，粉丝是什么？那你我也粉丝是什么？你写啊？啊，看一下，有空，就是 say u b d b 的我哎，就是，你看我。看 YouTube 的人有空有啊，就是那个就叫粉丝，懂了吗？没有，就是看西瓜视频，他们看的人就叫粉丝，关注有，关注我了就是粉丝了啊，懂了吧？懂了。你们觉得萱萱漂亮，还是那个刚刚那个小女孩漂亮？当然小女孩呀，问什么问你？我不是问你，我是问粉丝。我回答，换他。但是我感觉你漂亮一点。是吗？真的，说真的，他年轻一点。不是我老了，大家不喜欢我了。谁不喜欢你？打他。OK。男朋友啊？一般18岁还没有吧？这边来，这边来谈恋爱那么早吗？一般我问他们，他们都说没有。刚刚我忘记问了。你去问那个，不问了。我说一般都是没有吧？他在上学啊，18岁。
你说什么呢？说老板加油。加油去撩妹是吧？对呀、啊。太坏了。你这么坏。看一下这个背影很漂亮。Hello， 新来新瓜，你哎会说中文啊？不是，你好林宗主。哇，我拍你很漂亮，新瓜。谢谢。他会讲中文，这个这样小姑娘，我刚刚跟他说好了，拍一点放到 YouTube。他在地好，哥哥姐，后面有人在笑我们。中大蓝白的空。好吧。好吧，嗯。这个小姑娘太漂亮了，你太漂亮了，很漂亮。在哪子？我是阿璇。阿璇，阿璇，就跟你一样名字。嗯。我朋友也叫阿璇。阿璇。嗯。那，做安扎路么？给你。扎楼，扎楼。扎楼。哦。后面有很多小姐姐在笑我。做安扎楼，扎楼么？干。空国手电台。我国呢？我给你呢。没有扎楼啊。飞波啊，哦，飞波 OK。浪子呀，浪班浪班，我发做 YouTube 做啊。你可以做 YouTube。嗯，弄着弄着，聪明瓜。姐、嗯，不拍了，厉害吗？老板厉害吗？那我看你，看你怎么这个表情、啊。没事嘛，拍一点视频、哦。我的脸皮很厚的，这个厚很厚，懂吗？不懂啊。跟他们聊了一下，学生，他们在学习啊。啊。现场撩撩妹，越南的女孩子都很漂亮啊、哦。但是跟你还是差一点，我感觉你还是最漂亮，真的。等一下你回去看吧，我拍了很多，我就对比一下。他们也漂亮，但是你比他们更漂亮。我找女孩漂亮吗？肯定有啊，中国那么多人，是不是啊？那又来几个漂亮的。不拍了，都害羞。老板害羞嘞。害羞。嗯。不想拍了。不要帮我去问了，害羞了老板。我怕你生气啊。我拍别人，我怕你生气啊。有什么生气？你一个人在这里啊。在这里什么了？我刚刚回来的时候看到你的脸有点生气了。你感觉错了。感觉错了。你在家还是学了很多中文哎。是吧，最近会讲很多了。我懂为什么了。你懂为什么死。好。那我们喝完咖啡去哪里逛逛？等一下，去吃小吃吧，去吃鸽子吧，鸽子去、嗯、烤肉，嗯，去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大家的点赞和支持，来谢谢一下，谢谢大家了，大家喜欢我吗？问一下，大家喜欢我吗？对，平时我不来见吗？来。啊、哦，喜欢你就来越南是吧？啊，啊，那来了你不理他们怎么办？来越南找我，找老板。